哎，三爷，你也学习了。陈大，你那事搞做噶大，叫三爷我担当不起啦。哎呦，哎，三爷。你莫叫我顺当的，你叫我顺的嘛会使啦。当然是啦，无你哦，我哪有通啊做当的啦？哎、欸，我看连三顿哦，我都有问题啦。哎、欸，我今仔真欢喜看到你咧。我嘛真欢喜。我讲吼，我已经金盆洗手啊，我无过你做这道啊，吼，也莫搁提起啊，好不？哦，你也莫讲，莫搁提起，啊，我就莫提起啦。啊，不过你对我温情哦，我是永远哦拢会记的啦。哦，好啦，好啦。欸啊！你若有正经带点这温情无安尼啦，我一个面子吼，啊，卖为难你的少年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来替讲话啊！我这个少年我熟悉啊，故意好人一个啊。你今仔办哩哦？啊，有办无办，我就甲你骗要装啥啦啊！阿伯，我知影你讲的拢有道理，啊，不过我今麦足需要钱，而且是足侪钱的。哎呦，钱是真重要，无唔对。啊！那是安那？你要去做钱的奴才哦？啊！你要为了钱改变你的初衷哦？今麦这无安尼一条一条拢逼出来，后壁个话些拢唔知，我想无其他的办法了。喂，曾凯欣小姐，听着你的声音，果然让人感觉规个人拢足欢喜的呢。神经病。哎、欸，你，你先莫挂电话啦。拄只无向你表明我的身份是我的唔对，我是赵义祥。赵义祥，凯欣小姐，拍谁啊？因为咱家第二届见面尔，你阁莫名其妙有我的电话号码，我唔敢一个人来，就叫我的朋友陪我做伙来，应该是无要紧哦。无要紧。那无小可做咱的爱神丘比特替咱牵线，今仔日我嘛无可能甲你见面啊。谁叫你家己的名片等伫我办公室粪扫桶内面，我看到就替你捡起来。等你的粪扫桶就是粪扫，你搁要捡起来创啥？而且搁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人，你真是……那不是我，你今仔日都无免费大餐会当吃。我看是你较想要吃。是啦，咱今麦是来吃饭的。我已经吩咐餐厅传上好的料理，要来招待两位。来，请坐。哎呦，照顾爸的。安总啊。今仔日为恁传的料理，阁满意无？当然嘛，足满意。那是讲凯欣会当答应我的要求，那安尼，这个料理恁大家拢会当食到。我真正是想无呢。啊，我只是一个这么普通的查某囡仔，你伫甲我安尼低调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好啦。我甲恁讲老实话啦，其实阮妈妈是一个足迷信的人。伊伫我细汉的时阵，带我去算命，迄算命先甲我讲，我若三十岁还未结婚，我就有真大的劫数，有可能阁有性命的危险。哇，什么时代啊，阁有人在信这啊？其实我嘛无咧信这，只不过阮妈妈这几年来一直替我安排相亲。我拢找无喜欢的查某囡仔，一直到前几工啊，我看到你了后，我才在想讲，反正你就是我生命中的 Miss Right。咱家见面第二届尔，你就把我当作是结婚的对象，啊，你根本伤紧啦！我头一遍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真正是一个足趣味的查某囡仔。而且啊，我甲你讲话时阵嘛，感觉无压力，感觉足安心的。甲我之前识识遐个查某囡仔拢无共款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想要甲你结婚，连我家己嘛感觉足意外。多谢你的鼓励，啊，不过我对你一点啊感觉拢无。赵先生，
我相信你对凯欣是真心的，啊，不过人讲嫁予一个歹人是一世人的，而且你对凯欣来讲就是一个陌生人，伊根本就无了解你的个性，讲较歹听的，伊根本就唔知影你拄则所讲的话到底是真的，啊，是只是一张空头支票。安尼，伊是要安怎，把伊后半世人拢交予你啊？才有一张空白支票，为着要让你安心吼，这张空白支票就交予你。这会当先当作是聘金，嘛是我的诚意。若是你答应我的求婚，这支票顶面的数字，你会当凊彩写。我只是要找到趁钱上紧的方法，赶紧把这代志解决。我知影吼，你需要一点仔时间来考虑。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若是你决定好了，你才跟我说。在这一个月里面，我会很打拼给你看到我的真心。我现在就跟你说我的答案。等一下，凯欣，赵先生都说要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了，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就要计算。嘿啊，这一个月你就可以当作是试用期啊。在这一个月里面，你可以对我做身家调查，你也可以给我任何的考验，啊，趁这个机会你也可以了解我。啊，小可，你也可以监督我，替你的好姐妹来好好把关啊。这个建议不错。凯欣，你就等一个月后才做决定嘛。拍摄拍摄，我等下甲客户阁有约，所以无法度阁陪恁啊。若是恁有啥物问题甲需要，随时会当敲予我，我一定会拍拼证明我对凯欣的真心。我先离开啊。好花收起来，卖阁等你去粪扫桶啊！你安尼到底是创啥？我才想要问你，你到底是咧创啥？一张空白支票就放伫你的面头前，你才想无几分钟你就要行伊，无你是丢一条神经拍解啦！天下没白吃的午餐，伊万一摕遐尼侪字出来，就代表背后绝对有我唔知影的企图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我嘛怀疑伊是一个骗子，啊，不过后来看伊这么有诚意。提支票又阁愿意予你时间来调查伊，莫迪卡伊是真正介意你。哎呀，我甲你讲啦，有诶有钱人哦，就是较爽，啥物代志拢用钱来解决。对啦，钱毋是万能，啊毋过无钱就是万万无。凯欣。我拄则看你咧晃神，是毋是想着杨戬啊？我着知影，所以哦，我拄则才会叫你莫遮尔紧着拒绝。无你靠，你会当用这条钱哦来帮助杨戬啊？哦，我嘛是安尼想的啊。啊，不过结婚是我一世人的代志呢，就算朋友爱消停，我嘛爱慎重考虑一下。惠弟哦，你着听我的，用这个月的时间来好好观察伊。若是你感觉伊这个人怪怪的，咱就莫睬伊啊。啊，若是你感觉伊这个人袂歹，那安尼就慢慢培养感情。无滴卡，你着会当嫁入去豪门，甚至佫会当替杨戬行孝，一箭二顾，安尼唔着是最完美的结局？嗯。